小海，能再开一期解压玩具吗？安排。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海，解压玩具来咯。一套12个减压盒子，希望能让你们直接减到负压。6个红的，6个白的，12个不同的盒子。等一下，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确实是一样的，那就是11个不同的盒子，也没配说明书。不过看起来也不是很复杂，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他们都是怎么玩的。第一个盒子，16个小钢珠，16个洞，那就是每个洞对应放一个小钢珠就算过关，这个很简单，这一顿乱晃，晃好几个，剩下的就凭运气了。还剩下3个，我怎么感觉这个一点都不解压，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了。真的是太难了，因为这个板子四边有间隙，这个珠子老是在边上滚来滚去，滚得我是百爪挠心。下一个，3个球，3个环，每个环里放一个球就过关，这个简单。还差一个了，这怎么感觉也好难啊？哇，真的是太折磨人了。下一个，下一个，这一个四环四球，但是应该不是把球放到环里面，它边上有4个凹坑，所以把球放到凹坑里，这4个环放到中间，没错，就这样。先把这个球倒出来，好，然后把4个环放好了。我是巴布尔奔，他是奔波巴，巴布尔奔波巴，然后再把这4个球放到4个凹槽里。两个快乐小妖怪，人见人爱美如花。完成第4个，我猜它是要经过这些洞的边缘，一路走到这个洞，不掉下去就算通关。下一个还是一样，4球4洞，但是中间有一个大凹坑，一掉下去所有的都要重来。这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做得到吧，这怎么玩，一个都放不进去，别说放4个，而且掉下一个就要重新来过，怎么可能。换一个，换一个，这个看起来就顺眼多了嘛，这4个球应该很好放，就放好了，还差一个，简单。下一个同样是4个小钢珠，一个 X 把它分成了4个区，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一个球放在一个分区里面。就这样吗？如果是要让4个球顶靠4个角，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移动这边的，那边的就掉出去了。所以下一个4个大球，4个小球，中间一个斜坡，应该是把大小球分到两边就算完成，这个简单。先来一个大力出奇迹，过关。继续下一个4个球放到4个盒子里，这个简单。先来一个，我操，这个盒子会动的。A few moments later， 真的是磨人的小妖精。还有2个了，不能用太大力，等下盒子又飞起来。还有最后一个。就这，抬走。下一个，这个拿过来就已经放好了一半了，就剩3个球，随便摆摆吧。这个的难点就是不能掉到中间去，掉到中间就全部重新来过。好像也可以，出来。
好啦，还剩下两个了，这个是重复的，那就等于只剩下这一个。最后这个我没有看太懂啊，两个红色的方盒子，还有七八个小钢珠，这什么意思？就把这些钢珠全部藏到红色盒子里面就算过关吗？这也好简单啊。就这，强忍着108次想丢掉他们的冲动，通关了10种。就是这种，真的是反人类设计了，实在是没办法。我敢说，在不破坏它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把它放好啊！真的，就是牛顿来了也没有办法。最后温馨提示：强迫症千万不要玩，会原地爆炸。那么今天视频就这里，下期见，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海。听说有人压力很大，那我做一期减压视频。你就算找对人了，你听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声音吗？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看到这个壮观的场面没？光看看都让人头皮发麻。为了防止减压过度，我们这次先只玩12个，其他的给它先放起来。事先声明一下，绝对不是因为我怕了，而是我担心你们会受不了。哎，真是用心良苦。先来个简单的铺垫一下，你看这只有一个钢珠，那么它应该很容易吧？中间有一个曲面，曲面上有一个洞，那么意思让我把钢珠放在洞上，让它穿过去嘛。但这个洞好像还没有钢珠大，看一下。哎，就这样。虽然放好了，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盒子我没办法给它放平，我一放平它就掉出来了。强迫症先不要慌，看我的，这一下舒服了吧？抬走。下一个，两个塑料盒子，两个钢珠，都是一大一小，那么应该就是大的放大的，小的放小的咯。先把盒子给它摆正，搞定，然后让钢珠跳进去。哎，进来了一个，剩下这个该怎么办？不能再跳了，再跳它就要出来了。来晃一下，把它转到，别啊大哥，倒下来啊。我再来，我还不信了，已经成功的放进了一个。哎，请问这算成功了吗？我再晃一下，这下无话可说了吧？下一个，下一个，4个钢珠放在4个洞里面，这个应该很简单吧？一个，哎，这个板子竟然会倾斜，那我应该先放这边两个，再放这边两个，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掉出来。哎，别大哥，进去。哎，这样也行啊，这行。我不信，这是随便放。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再来，看到了我的实力没？下一个，一个大钢珠，3个中等的钢珠，还有很多细小的钢珠，这个怎么玩？应该是把大钢珠放中间，中等钢珠放3个角上，小钢珠全部穿过去，是这样吧？那这个简单了，我们先用大钢珠把中间的大洞给它堵住，防止中钢珠掉过去。哎，然后这样就可以随便放了，小钢珠全部从那边，从中钢珠的洞里面掉过去。还有3个，还有最后2个。好，然后再把这两个中钢珠给它放好，还有最后一个，哎，它怎么出来？搞定。这是只有一个钢珠，中间有一个底座，这个底座是不能动的，我们要把钢珠让它跳到这个底座里面，那这个简单了，我跳。说想的简单了，它的中间的底座很高，要跳得很高才能进去，这完全要凭运气。哎，进来了，继续。中间又是一个曲面，这和第一个好像有点像啊，不过这次是6个珠子，但这应该也没什么难度。还有最后一个，搞定。
已经搞定了一半，现在只剩下六个了。什么？你的压力没有得到缓解？那就继续往下看，八个钢珠，八个小洞，这个真的简单，只要不掉到中间的大洞就可以了。还有最后两个，最后一个，哎，被挡住了。搞定，下一个，四个钢珠，四个曲面，然后每个曲面上都有一个洞。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四个钢珠分别到这四个区域咯，我们一个一个来，搞定一个，两个，这么简单的吗？哎，怎么这个又掉回来了？哦，原来这两个是相通的，所以说我在弄这个的时候，这个又会掉回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先把这两个珠子全部掉到这个区域里面，搞定，然后我们把它翻转一个面，再让其中一个珠子直接穿过两个洞掉到这里，这样是不是就简单很多？稍微小心一点，应该可以了吧？看，搞定哦，真是机智如我。下一个，这边是三个环，三个钢珠，这边是一个垫片，三个钢珠。那么应该就是左边把钢珠全部掉到环里，右边把钢珠全部掉到垫片里面，是这样吧？先靠运气试试。看，已经弄好了两个，然后这个我看这样转一下方向，让它掉进来。哎，可以了，然后还剩下这边了，这边该怎么办？我要让这个小钢珠动起来，不然它肯定进不去的。又选不出来了，啊死！这个角落里的不出来什么意思？一个，两个，哎，有希望了哈！好啊，真是不容易啊！下一个。这个是分了两层，上面有四个空心圆柱，然后有四个钢珠，下面是五根，这什么意思？我想了一下，是不是这样玩的？先把下面的圆柱与这个洞口相对应，然后把这个带有钢珠的圆柱也跟它对上，这样的话，把三个钢珠放到下层之后，再把它颠倒过来，把钢珠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圆柱里面，是不是这样？那么意思我每次只能掉一个钢珠下去，这也太难控制了吧？看一下，这也下不去啊。哇，这上下的孔都要对上，这也太折磨人了。哎，掉了一个，然后换一个空的放到这里来，现在不能用这个掉下去了。啊，哎，这样感觉好像也行啊。那我先把下面这个先给它倒回来，先找个跟它对上，颠倒，回来了一个，这个已经有一个钢珠的，给它放到边上，然后再找一个空的放过来，这样子，再把一个钢珠给它倒过来。这个洞口被这些圆柱给挤到了，该怎么办？这个洞在哪里啊？看都看不到了，在这个位置，再晃动一下。来了来了，两个了两个了，继续换一个空的过来。哎，不要把我这个钢珠掉下去了。好，可以了，再找到反面的钢珠，把它倒转方向，把钢珠移到这个孔位旁边。哎，搞定了，已经搞定三个，还剩最后一个了，再移一次就好了。把空的移到这个孔洞上面，已经放好了，然后再把这个钢珠找到，哎，好，已经下来了，搞定，只剩下这最后两个了。这其中有一个竟然不是钢珠，而是一根钢棒。那么这个特殊的留最后，这次的钢珠是有点多啊，大概有20到30个左右，要全部放在这个小孔上面。还好这块板子不能动，不然根本就放不上去。只差这最后两个了，但是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进去了，全部被封死了。哇，这真的是，哎，这样挤开了一个，还一个，哇，这怎么搞？再挤开一下，哇，先把里面给它填上，还剩下这四个，还两个，最后一个了，哦。终于到了最后一个，胜利的钟声已经敲响。一根钢棒，两个斜三角，每个三角上面都有一个洞，但是我只有一根钢棒啊，我只能是选一边把它放过去吧，是这样吧？哎，就搞定了，12个全部搞定。此时的我整个人都感觉得到了升华，真的是神清气爽。挑战过程中你会觉得很增压，会无能狂怒，但是当你全部解决后又会感觉挺减压的，是不是觉得有点矛盾？可能要自己试过之后才能体会，所以压力大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我的人品有口皆碑，绝对不可能。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拜了个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矮。你如果问我什么东西最解压，那肯定是解压盒子啊！不相信，我们走着瞧。这个盒子只有一颗大钢珠，然后上面有三个圆，那么玩法应该是把它放到最中间咯。这是瞧不起我吗？终于搞定，还剩两个，我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没有钢珠，三个圆环一个锥子，玩法应该是把它们套到它的尖嘴上咯。这感觉比钢珠还要难，应该有什么规律吧，这样根本就套不上去啊。哎，套上了一个，但是我再抖的话这个要掉下来了。我想一下，我们应该先把这三个圈叠在一起吧。哎，然后再把这个给它套上去，倒下来，好像可以了。喂，搞定，发现了没有？它其实是一个益智玩具。最后一个，我很有信心了。它有四种规格的钢珠，只要一孔洞一一对应就可以了。这个好像也挺简单啊，只要先把这个大孔先挡掉，不然小的肯定会掉下去。哎，再把这个第二大的孔也给它堵掉，可以了。再把小的一一放上去，现在就只能凭手感了，没有别的方法了。慢慢的晃进去，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折磨人的一个过程啊。好，还有最后一个了，这卡住了，完了，这又卡到脚上去了。这个好像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是慢慢的磨进去啊。 One hour later。好，只差最后一颗了。牛顿来了都没办法。啊！耐心，耐心，耐心，耐心。好，终于搞定了。最后这个盒子花了快一个小时，怎么样？是不是很解压？强烈建议你们也去玩一下。大家好，我是小矮，好久没玩这个真压盒子了。这盒子怎么说呢，你玩的时候可能会心情暴躁，想把它给砸了，但当你把它全部通关之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也得到了升华，这是一种境界，你们可能不懂。先来个简单的，一个曲面上面有两个圆洞，我们只要把两个钢珠放在圆洞上面就完成了，毫无难度。第二个盒子四个圆圈四颗钢珠，那我们只要保证每个圆圈里面都有一颗钢珠。搞定了三个，最后一个我们不能再抖了，要让它直接滚进去。进去。哎，搞定。第三个盒子来个难一点的，里面有两块层板，每一个层板上面都是三小一大四个洞，我们总共是有六颗钢珠，那每一层上面就放三颗钢珠，那先把三颗钢珠放到上层来，通过中间的大洞转移。好，已经有四颗了。
我们多一颗没关系了，等一下迟早会掉下去的，还差这个脚上这一颗贴的边过来。哎，多弄几颗下来，我五个多三个一起过去，总有一个能到那边吧。哎，大哥，哎，我六个一起总行了吧。主要这个板子会动真的很气人。好，终于搞定了一层啊，现在再想办法把下面三个给它弄好，这个难度真的是太高了吧。弄好了一个，完蛋，掉了一个下去，失败了。好，终于又搞定了一次啊，现在我们要千万小心。下层已经搞定了两个，还剩最后这一个，放到这个脚上，我们小心点转过来。哎，大哥千万别掉了，我去你的，先换下一个。这个盒子应该是把这些钢珠全部放到这个圆环里面，这咋一边进一边出呢？全部弄出来倒是可以，把钢珠全部放在一边，然后一个一个掉进去，我感觉这样可以。掉出来了，我们再把它弄回去啊，非常顺利。还有三个，两个，一个，胜利就在前方。它不能太用力，太用力这里面的全部要掉出来。我就不信这一个放不进去。好，终于搞定，四个圆碗，四颗钢珠，每个碗里面放一颗。那先要把钢珠弄上来，这四个碗全是可以活动的，所以我们要把碗先放好，不然钢珠要掉下去。最少堵掉靠近这边的这两个碗，掉下一个就要全部翻过来重来。被钢珠堵在这里，这个碗又放不下去。好，成功了，堵住了两个，这时候钢珠就不容易掉下去了，再想办法把这两个弄好。终于放好了四个，剩下两个钢珠应该就很简单了，这时候我们就不要抖了，直接这样让它滚进去。但这样滚好像滚不进去啊，因为这个碗它是有边缘的。好，搞定，最后一个盒子两个曲面，这边的曲面是两个大洞对两颗大钢珠，这边六个小洞对六颗小钢珠，那应该不可能同时做到，应该只能一次放一边，先放这个两颗大钢珠。放好了一个，这边，哎，这放好一个，另外一个就掉下来，这放一面都这么难吗？这怎么搞？用惯性让它掉冲上去，就差一点点。哇，这么难呐！这设计剧烈离谱啊！这两个就可以，因为它的面基本上是一样高，而这两个相差也太多了吧？试一下反面，这六个小的，这边三个放好了，哇，这好像是一样的。这边放好了之后，放这个的时候，这个就掉下来，离谱嘛！就算那个勉强靠惯性冲上去，那我这边三个全部要靠运气冲上去，怎么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搞定了四个，这两个实在是搞不定。这个盒子刚才只差一颗钢珠，慢慢磨，运气好的话有可能搞得定。而这个盒子，我用吸铁石吸了一下都放不上去。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人玩过这两个盒子，通关的可以教教我。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告辞。我早就想这样干了。之前我们玩了这么多解压盒子，但是我觉得解压效果一点都不好，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解压盒子它是有等级之分的，而像我手上拿的这个 Top Rank 顶级，谁跑谁啊，其中有三盒都是骰子，它也没有配玩法。我早就想这样干了，这下舒服了。这个盒子应该是把四个圆片放在四个凹槽里，再把四个钢珠放在四个圆片的中心，又是一个反人类的设计。
这根本就上不去。这么高的高度差，怀磁铁都不好使。这样放下去根本放不准。把四颗钢珠吸在一起，串成一个长串。这样才勉强搞定一颗，剩下三颗的时候长度就有点不够了。圆片上的洞太小，就算勉强放下三颗，这最后一颗怎么也不可能落得准呢、啊。同样反人类设计的还有这个盒子，底下有六个洞，放怎么也漏不出六个洞来啊。四颗钢珠放在四个碗里，然后再落到四个洞上面。要先把碗放好，不然这个钢珠会掉下去。不愧是高级难度，没有一个简单的。我实在受不了了，直接把四个下来，没问题吧？怎么样，这次的盒子很解压吧？在我的聪明才智之下，他们如土鸡瓦狗一般不堪一击。他们在脚下，相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但是你知道你所属星座的符号是什么意义吗？同时他们的星图又代表着什么？今天我们就用一套星座平衡滚珠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自己的星座。第一个摩羯座，我们要把这五颗钢珠放在星图的五个亮星位置，边放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摩羯座。它的符号是一个山羊头加鱼尾，是因为它的艺术形象来自于一只海山羊。这种生物它有山羊的上半身和鱼的下半身，而它的星图连起来则是一个简易的山羊头，象征勇气和坚韧。还有最后一颗，搞定，玩滚珠我可是专业的。第二个射手座，射手座也叫人马座，符号是一把弓箭，相传是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武器。它的星图也很像一把弓箭，象征着自由和智慧。双鱼座，双鱼座的符号和星图都是两条连在一起的鱼，代表的是古希腊神话中阿佛洛狄特和他儿子厄洛斯化成鱼形逃避追杀时的场景，象征矛盾和复杂。双子座，双子座的符号和星图都是抽象的两个人，相传他们是宙斯和人类生下的双胞胎，神之子波拉克斯和人之子卡斯托，象征多面和多变。狮子座，狮子座的符号是翘起的狮子尾巴，星图连起来则是一只抽象的狮子，相传是被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干掉后丢到星空中的一只巨狮所化，象征强大和骄傲。处女座，处女座也叫侍女座，符号和星图比较抽象，普遍认为是手持谷穗的少女，相传是古希腊神话中古神克瑞斯的化身，象征美丽和纯洁。怎么样，这里面有你的星座吗？这里面可是有小海的星座，大家可以根据我的性格猜一下我的星座是哪个呢？那么今天视频就这里，拜了个拜。